大家好，我是小爽。英明跟香软一样，害得从床上掉下来了。哎呀，心疼了我，哇哇的，还不如摔我家两巴掌呢。害得一不小心，那是跟孩子给床上玩了，一跑上厕所回来，哎呀，听到孩子哇哇的哭掉地下了。哎呀，我娘开监控，只想赖他娘的，疼死了。然后这个是买的那个叫啥呀？小孩那个护栏，就是床上那护栏。走，妈妈三姐，你都开开去。早晨，我回到家了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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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这妈妈呀，这妈妈呀，哎，来来，宝宝，把脚洗手，快点洗手，啊，来爸爸来，来一二三，嘿，爸爸，你来。你看你这我迈大多了，多得劲！你看你演的啥姿势啊？嗯？啊？啥演呀？啊，唱。啊，妈，回座了没？了没？练会了没？练会了没？练会了没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看那个演。来一二三，起。哎呀！啊，又躺那儿了。躺那儿了。你看你得劲儿了，你看你得劲儿了。上俺妮儿的宝宝了，妮儿。上俺妮儿的宝宝，来抱抱抱抱抱抱。二三，上俺妮儿的宝宝了，看。你来，你那天一没小心，又不知道有多少宝妈都是，整孩子，他觉得他不会怕，但是没想到他会往后吞，大掉下来，不会怕，先会吞。说啥疼吗你？你看妈呀，妈是啥？你看呀，来，这是什么？这叫做防摔神器。俺爹可能在想是不是吃了？是不是你？你呀，不是你咬了，不是你咬了，别着急。对，这你不能咬。这还是分身了。这个等卖了分身，明儿不要分身了，好改了。嗯。这他上面还是这个，还得搁这打的牌没事。他上面这都是海绵坨，就是软乎的，不怕孩子搁这抠。这姿势真二大爷姿势，妞儿给爸爸下一个，一中了妞儿，等你真都真跟恁爹的面子，跟恁啊，你说吧妞儿，你买十个爸爸愿意买啊，也亲亲我了，咱俩共同来一个，嘛，你来，哇，不是，咱俩好好干活，他不好好干活。你这不吵了，谁吵了？吵了你，吵了，不干活。给，干不给？别吵。把那个厨房什么？妮儿，你爸不给你好好干，吵了。啊，床位。好家伙，那难我点。干活。啊，对，好好干。啊，反正好好干，好好干，好好干。咱不好好干。啊，我知道你看着了，不好好干。有眼。哎，眼一管。眼一管都给我拔了。中了啊，把乖，把脱了，把脱了。黏着黏，慢慢的，那爸爸乖乖乖。啊，对。啊，起出来。中了妞儿，我知道你搁这捡豆干活了，妞儿，我乖乖乖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起出来，别起出来，好了，这，你小点会儿行，你歇会儿，你歇会儿，一会儿你取点水喝哈，别急哈。哎呀，奶奶。俩上干活上楼啊，妞儿。哎呀。给爸爸笑一个，来一二三笑，嘿，啊，笑，俺妞这屁人能屈能伸，装好了，装好了，走，装好了，赶紧连上你，走，哎呀，你注意，赶紧连上啊，起来，来，嘿，妮儿啊，好好连。好不好妮儿，你看，来吧妮儿，你给这爬玩妮儿去啊，全部给你围起来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嗯，给我里边玩吧啊，甜美，甜美的玩啊，
好家伙，今天练几个俯卧撑啊？来，起，妞儿，这，起，好家伙，起来哟，罗，哎，顶翘了，你看。妮儿，妈妈来，妈，妮儿，哇，你，他这个一天，你看，他好像不是在这床上用。咋回事？啊，他实际上他是这样的，他是不是整个总床上的？实际上他那要高一点，孩子不能趴在这。嗯，你这样的肯定要低一点哈。对，就是聊垫床上用的那个。但是我买的时候，他是啥床都能用啊。咋回事？这个床不能聊垫，实际上他这不是真的。他那个要这个绑来这一块的。嗯，要感觉确实低点，在你这接会儿能试，等他回那个稍微趴的厉害了。缺点了都。对。你看你舒服了。哎呀，过来了。哎呀，你马上能回趴了。你起来了，好家伙。才六个月呢。这一点不粘贴是吧？嗯。眼儿好的，来问问他们吧。因为这孩子这样，那不要他起来了，让他这儿要给这床上边儿，对，就这么高，孩子就起不下来了。嗯，哎呀，我牛姐她没有背住，毛太大，你要去问问他。行，买的狠了，你说我。